弟弟来到虎场接受我们的挑战。好，先请大家分别做一个让人印象深刻能够瞬间记得住你的自我介绍吧。从凡凡开始。何一凡。何一凡。哇哦，印象太深刻了。好。哈喽大家好，我是超级无敌可爱帅气跳舞看人人都说好的吴海。好的。于耕耘记住了吗？张一特。漂亮漂亮漂亮，非常有各自的特色的一段自我介绍。好，那我们在开场的最开始要先完成上一组朋友给大家留下的挑战。我们看一下上一组朋友很好奇是谁啊。是谁啊？哦，看一下上一组朋友是谁呢？他们呀，原来是黑屏。上一组朋友叫黑屏 TCL。很红嘛。我看一下我们这工牌上面不是写的吗？放声音吧。要好，来了。我觉得这样吧，大家应该玩过这个，就是这不是李佳豪，李佳祥，李佳祥，然后的就是正方形，李正廷，一个字可以，这个就然后唱主题曲，行啊，怎么唱？他怎么变这样？一起躺下去。三，对，这样。然后三，然后唱歌是吗？长途买本儿，三二一起起。好的，明白了。他们都完成不了。等一下，不是李正廷咋成这样了呀？是的，为了，这就是上一组的给他留的挑战。上一组的，对，我们就越来越狠，我们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叠在一起唱那个。是的，主题曲，对。不用那个图孔。不用。来吧，来吧，看你们怎么划分一下你们的这个位置。我来。对，是小心啊，小心身体。我在这儿。他应该是靠在腿上。对。哇，小心腰，小心腰。好吧。你会不会？你可以吗？可以吗？来，我们一起来，三，集体扶着一下，三，是躺这条腿，都是躺，我们相信对方，真的躺着去相信对方，对，来，三二一，在 7-8，把生活过你到过的地方，最爱的天下，紧紧的彼此交响，却渴望，却努力，却看清一切奇迹。可以了。好的，搜狐的朋友们，助听器已经埋起来了。好的，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照那个形象，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结束。好，辛苦了。工作量已经达到了，好，一非常难的挑战，一会儿我们报复回去。下一组完了。好的，那我们这个挑战任务完成了，要进行到我们的个人技展示环节啦。不知道弟弟准备了什么样的个人技呢？然后我们每一个弟弟都可以在舞台中央，那就从凡凡开始嘛。然后剩下的弟弟可以到旁边稍微休息一下。好，凡凡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个人技展示呢？我准备了一首歌。不行，唱什么歌呢？唱的什么歌呢？我唱《一生守候》。好的，那开始吧。要用麦吗？不用，那个是个。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护。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告诉我你的未来属于我，除了我别无所求。你知道这一生只为你执着，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话怎么说，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守候，我
还有一点点。好。等待着你，谢谢。非常好听，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大家都在说特别特别好听，救命，低音绝了。谢谢。好的，那感谢凡凡的演唱，然后我们可以有请第二位嘉宾，有请第二位嘉宾上场，我们小海，小海来给大家进行什么样的个人技展示呢？跳一支舞吧。好的。我们小海要跳，我们的道具老师稍等。嗯。哎呀妈呀！然后大家都在说603。我怕鞋子飞了，主要是。害怕鞋子飞了，再一次飞掉，露出了里面的。坏掉了，它坏掉了。再一次飞了。没有。冷放死，坏掉了。好，我们道具老师准备。音乐再大声一点。好，非常精彩的一段舞蹈展示，刚刚这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动作，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呢，简直惊艳到我们了。好，我们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余更吟，余更吟为大家表演潜水。好，真的吗？小鱼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我给大家清唱一下，我突然想到了。好呀。对对对，刚刚就刚刚有今天有他们想要听的歌，然后我没有唱到。好。好，那我们小鱼可以来。这样是不是更像王一？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疯？陪你老往自了，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希望今天你们都能过得好，你好不好？很好，很好，哇，太好了，好，很好，好，我们。每天都在 freestyle 现编词，真的是。张鑫要为大家唱一个什么呢？我要唱什么？我要唱如果雨之后。好好啊。然后不要紧张，加油加油。好紧张。如果雨之后心还是痛苦，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深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哦，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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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这个情绪跟你拿着的东西非常不匹配。好，接下来有请三位上场。对，有请三位上场。小海可以带一下我们的工牌。嗯，好。然后特特也可以把你的胸口碎大石的道具撤一下了。撤一下了。好，撤一下。对，都行都行。还能拿吗？对，可以可以。直播后我们随便玩。谢谢。好，来来来，我们弟弟们回到我们的场上。嗯。一段非常完美的个人技展示给到大家了，大家纷纷都说603和女孩组永远的神。哎，好，然后那我们下面就要进行分组挑战赛喽。这一组是有惩罚的，你们先要不要先
两就是两两分一下组。我跟当兵的组。哎，那我那好好好，非常非常快速的就一黑一白，可以。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两两组进行挑战。我们第一轮游戏是抢歌游戏，道具老师上一下道具。抢歌，好，来，你看。歌，那我你们就完了，我中华小曲库啊，突然觉得。好，我们对我们倒是也没有那么矮，不用这么高会挡脸，也没有这么高像挡脸啊，没有关系，你好，没有没有，我对这个有点敏感，对，不好意思。好的，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这样，我们四位可以都稍稍站在他的后面，对，不用那么远了。然后我们一会儿道具老师会播一些音乐，然后我负责抢，你们听到你们知道是什么歌之后，你们就冲到麦前说出这首歌的歌名，并唱两句，就算回答正确。那姐姐就是我们就是抢到之后一定要就是马上说出来，对吗？你说错了你就得退，或者就是队友突然知道，然后站在这里，不行，不可以，就是那样就输了嘛，就是自己抢自己回答歌名自己唱，这样这样好，嗯。好，那我们来第一首歌。哎，我知道，好，清澈。终于等到起了，是万，哎，万有，万有。终于等到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见到询问的可以，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万有引力。对，万有。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哎，那我们这边，哎，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组起个组名啊？就是你们两个，我们叫黑白双煞，你们是白。就是他们叫双煞，我们叫黑，他们叫黑，我们叫白，我们组合在一起叫双煞。好，那你们是白组，白组加一分。好，下一首歌。黑组，白组。他就算在唱，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歌，没有听过，完全没有听跟上了，真不知道。我们那个弹幕的朋友们已经为你们解答，是《处处吻》。哦哦，当他耶稣，对，是这个吗？那只有到高潮部分我才知道。对，那你们两个都没有回答正确哦。好，我们下一首歌。好难哦，好冷门哦，是我太冷门了。当他耶稣，这一样的呀。这前奏都好冷门啊，怎么回事？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拉一拉，随便拉个进度条。这不一样啊，就是刚刚一样的。处处吻，一样的，一样的，这是万有引力，哦，这个不过，这是刚刚那首，这是刚刚那首，再来一遍，新的，我们离这个越来越近了，来，我们推一下，新的一首歌，哎，这前奏很好听，哎，这是什么？听歌识曲一下呢，这是一首英文歌吧？哦，这我知道。我也还是不知道，这个叫那个啊，是那个是我梦圆，那个叫什么雪什么，谢谢，要说出歌名哦，这什么叫什么，是我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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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来着，陈立的，陈立的，陈立的，对，是陈立的，陈立的，嗯，什么？好了，你想不起来你就下去，下去吧。陈立什么？每次放这种。四个人合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起是的。什么呀？陈立老师的《易燃易爆炸》啊！哎呀，易爆炸！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啊。这一样，还是这个一样的。啊！气球，干杯，气球。行，那我们凡凡先抢到，唱两句。对。亲爱。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哇哦，好，那我们这个黑组加一分，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真的变成了黑组和白组。好，又跨阶段了。一样，怎么感觉又是一种歌？哇，小魔仙！哇哦，哇，你的歌单有没有？也太神奇了。真的吗？对。是的，哇，是有代沟。你这个你都可以，他零零后呀。好。传说有个魔仙包，有个你用不得了，
每个陌生的他知道都盼望世界更美好。哇，你看吧，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我刚才第一反应就是要选张信特。太长了吧。张信特的歌单非常的厉害。可以。好，那我们下一首歌。一样的。哦，唱了一句他的歌呀，为小鱼老师准备的歌。好，我们可以还是现场版，现场版本，唱两句。来 reaction， 王宇怎么唱的 ？reaction 啊，突然忘记怎么唱，停。起风了，与时间为敌。好的，我再停一下，停一下。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的快要不能呼吸，绝对成团了，这个绝对成团，对，他不懂我的心。不行，我感觉其他三位不是很满意你刚刚这个演唱。没有，我刚很满意，我们都听哭了。他唱那段那个，好认真唱一下，远景重现一下。我们要那个哈那一下，他不懂，给他点酝酿。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有灵魂了，突然注入灵魂。好，那我们这个再加一分，下一首歌。道具老师，起风了，你才在知道你未能成功，你这个笑得很甜蜜。凡凡，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后面歌词全部忘了，但这首歌是起风疯了，对吗？大家也知道这首歌就是没事儿。放那儿吧，没事儿。大家知道这首歌就是对大家来说意义特别重大嘛，然后很多粉丝也真的就是每次都会听哭，想说四位能不能给我们远景重现一下，好好演绎一下这首歌呢？太体贴了。好的，没问题。大家可以紧凑一点，但是再站的紧凑一点，但是眼睛不要看他，不要瞟他，是不是？你们专业的，可以的。好，我突然想起了歌词。我以前都想起来了，突然一下子，我们这首歌词回到了当时的那个情景，来吧，带着当时的感情。好，来，谁来起个头？哎，没有伴奏吗？没有伴奏，起低一点吧。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懂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曾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真假，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哇，不是要起低一点吗？对不起，高八度版本的。起低一点会不会这么高？好，那我们最原题。好，那我们这个，还能继续放其他的歌曲吗？好，我还没结束呢，好不了。那我们这些歌曲结束了，我们来记一下分。就是非常的显而易见是哪一组获胜了呢？不是我们吗？那是谁呢？组这么白煞赢了。对，我们的白队就是险胜一分，恭喜你们。但是我们小海一分都没有获得呢。对，哦，非常骄傲。对，没事，那是我们组的分。对对，然后我们这个3-2，然后我们白队获胜了，恭喜你们。谢谢。来下一组的挑战吧。下一组挑战是随机舞蹈，我们准备了一些你们的节目里面的公演的舞台。结果我等一下也没有跳对，随机舞蹈没关系，随机舞蹈，我们准备了一些你们节目里的公演舞台和一些可以让你们自由发挥的歌曲，你们就听着歌曲自由的来就行，相信你们，好吧？那我们道具老师准备放一下音乐，随机舞蹈啊。
达到最好，我们绝不妥协。在人的舞台和时间谈恋爱，理想在旋转。最初啊，要去跳下去，渴望去努力，去看见一切奇迹，听到全世界赞美。这是我梦里那我的地方。这一场我在下面看，我不知道怎么跳，跟我没关系，跟我也没有关系，关系不大。对，我们在下面，好帅啊！好。他绝对不记得，你像他绝对没有你的老爸。这不是我的爸爸，哎，这是我的爸爸。我们从这里接。哈哈，不会吧？我真的超级冠军啊！张飞呀。没事，我们可以把工牌直接卸掉，把工牌拿掉。你真的会跳，真的会跳，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是梗过不去了。怎么跳啊？这个没事，你们可以 free 来 free free。How you like me?这么多 freestyle 的吗？真是 freestyle。 跳舞是噩梦。噔噔噔，好，结束了。我不在，只要我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啊！一个完美的 ending 给到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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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一段非常别致的随机舞蹈，这个轻快，对。然后小海看，其实很多不是你的舞台的歌，你也都会跳吗？是会吗？
那都是他的 freestyle， 对，这是我的 freestyle， 就是后面的 freestyle 也都非常厉害，然后前面其他人的舞台你也都会跳一点嘛。然后但是对，但是这个环节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胜负，因为大家跳的都很好，都很有自己的特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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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用第一轮的猜歌游戏来决定我们的胜负吧。那很遗憾，就是我们的这个凡凡跟小海就是遗憾的落败了。那我们这个惩罚是什么呢？惩罚就是输的一组需要拍一张合照发微博艾特对方，好的，要扮鬼脸或者是配文，我服了都可以，你们自选。我服了，就是你随便发挥。然后我们的手机来吧，来拍张照。太棒了吧，这个我们的手机，对，你们可以先原相机啊，算了，我用自己的手机吧，也可以，丑照这种东西。然后小海跟凡凡到时候发微博艾特对方哦，我艾特他们俩是吧？对，嗯，要很丑是吗？对，你们四个一起拍，他们俩好看，你们俩鬼脸。好，他们俩不好看，我俩好看吧？我俩不用摆，就是他们俩鬼脸，你们俩好看。对，因为你们俩赢了。来来来，在这儿，新条来了，马上。我这边眼妆真的要丑一点哦，不该画眼线的，不要扮帅哦，丑一点，好好，来，太丑了吧？可以，我喜欢这个。天哪，我天哪，最实在的鬼脸，螃蟹啊！天哪，最实在的鬼脸，这个螃蟹，切开了面，你好像螃蟹。好，这张照片大家都满意吗？主要是我跟我们小孩满意吗？满意，可以吗？够丑，可以。哎，我就不给镜头展示了，因为大家到时候微博对，到时候好微博，哎，我好喜欢。到时候大家发微博，我们会关注你们的。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挑战赛就结束了，下面进行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道具老师上下椅子，各位可以坐一坐。好的，谢谢，谢谢，谢谢。篮球结束，结束。结束再给我，谢谢。对，我们摆在这个念念不忘的小篮球。好，打住，不要再去拿它了，快快快，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往那边挤一个。对，凳子以那个，对对对对对，靠近，近近近近近。要这个吗？来上桌子。哦，啊，还有桌子。哦，撒娇王。椅子，大家再靠近，再靠近。特特往那个小鱼旁边靠一靠。近一点，近一点，紧凑一点。好，然后大家看到你们的面前有一堆贴纸，对吧？对，我们这一摞，是的，你们每人一摞。然后这些是一些 title， 大家都是这个海花斗知名人物，是吧？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 title。那我们这个环节有一些 title， 你们就可以贴到你觉得符合的那个人的身上。比如说第一张是什么？撒娇王。撒娇王，你就可以贴到你觉得符合的那个人身上。开始了吗？开始了，可以开始。然后你觉得四个人里都没有符合的话，就贴到我们的小狐狸上，然后每个人一摞，顺序不要打乱了，每个人一摞选定。过来，已经逃跑了，已经在准备逃跑。是我坐。他们其实没有想。不是我，情歌王是我自己。好，小海可以把我们的小狐狸摆正，对，让他坐正。好，这样是吧？这样好。这是什么呀？情歌王只有一个吗？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嘛，大家先从撒娇王开始，其他的稍稍等等。好。先从撒娇王开始，是不是三个哥哥都贴到了？我们好的，获得了三个荣誉徽章。那你的那个回答是什么？你要贴在谁身上？我，还有一个撒娇王。我能不能贴在？你觉得他仨都不符合的话，你可以贴小狐狸。然后你说出小狐狸你觉得符合的那个人，就是你们的朋友们、学员们。好，那就贴狐狸吧。那你贴富士山。远程 Q 一下。我相信我跟小海可以带一下我们的工牌。好，海哥应该感觉得到。然后你可以先看一下。好，那我们既然这个环节都到这儿了，是不是必须得展示一下你的这个技能了呢？为什么？来，想问一下，你平时如果有什么要求要跟哥哥们提，想让他们帮你什么的话，会跟他们撒娇吗？我不会，从来不会。是吗？来，我爆料一下，爆料，我从来没有撒过娇。上次见他跟他吃饭，想拍抖音，海哥我们拍抖音，海哥拍抖音，拍一个嘛，海哥我们拍抖音嘛，然后他的撒娇方式是拍个短视频，拍个短视频，拍嘛，海哥我们拍一个吧，拍一个吧，然后一直在旁边念，拍个嘛，拍不拍，拍吧，拍，就这样，对，他是属于那种平时就很会撒娇的人，对，比如你看刚刚看到了，根哥你给我扣一个，扣，来一个嘛。来一个嘛，你让我扣一下嘛，就一下，对对对，就这样，就是他，
这是他平，他不是撒娇，是在平时、哦。还有拿的照片，帅吗？帅不帅、哦、对，好帅，这个男人、哦、很帅吧？真的帅？不帅吗、哦？那你们如果说不帅的话，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自己对自己说，好帅，好帅。对，就我们说什么没有用。对，他并不会受伤，他只会叫。会说这个人怎么不帅？那我们可以坐一下，然后这个环节既然都 Q 到这儿，是不是得展示一下？那我们就从。特特开始，每个人都展示一下你们撒娇的这个技能吧。啊、对，好 ，Q 到我们自己了，一个都不能放过。从特特先开始，我们先从跟凡哥开始。啊，行，先从凡凡开始，撒娇哦，撒娇。那特特先给我示范一个吧，我模仿你的。我怎么撒娇？我撒娇干嘛？就是比如说，请我喝奶茶这种的。请你喝奶茶。嗯。请你喝奶茶。请我喝奶茶。嗯、我喝奶茶。不是这样的，你平时我喝奶茶，我从来不会撒娇的，自然一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做你自己就对了。Be yourself, be yourself. 我喝奶茶，嗯，好，过了。嗯、我喝奶茶，喝奶茶，喝奶茶吗？好的。马上上四杯奶茶上来，好，好，我没有没有没有，哦，会有的会有的。好，我们下一个，大家看一下下一个贴纸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可以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Cody，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是什么？就是最会穿衣打扮的人。啊，你们觉得在节目里谁是最会？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宇哥吧？你确定？你确定吗？我是。没事，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心中的答案，然后贴到那个人的身上。穿的好看啊。那是谁啊？是谁啊？小鱼，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贴到小狐狸身上，你觉得是谁？你说我真正的吗？对对对对对。不是，我是觉得我们这四个人里面没有一个很会的。嗯嗯。对，但是其实你营里面会不，可能里面的人会穿的人很多，嗯、很多学员都会。哦，比如说。很多。黄坤。要选一个。黄坤很会穿。啊。刘宇也很会穿。刘宇也很会穿，对 ，Patrick 啊，小九他们都会挺哦，小九，嗯，都很会穿搭，对他们所有人都很会啊，就然后你们四个都觉得你们四个里面没有会穿搭的，就是好几个比较，我们就比较谦虚啦，哎呦，怎么回事？学到了很多，就是学到了很多，所以你出来之后就变了，我没有变，嗯，我一直是这样。好，那我们下一个 title 是什么？下一个是情歌王，我要选情歌王，你要选就给你啊，我先选，你撒个娇，我先选，你撒个娇我就给，撒个娇就给你。我先选吗？你不撒娇，你就不给你。我先选。好，给你选，给你，给他。我先，你们先不要。没必要，真的。好，见识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撒娇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在直播是吗？对。哦，你才知道吗？没有，这是录播，不是关了吗？自然一点。是录播吧？会剪的吧？对，会剪的，会剪的。嗯。那就，你们到时候快剪一下。不是我。情歌王在哪儿啊？在这儿。好了，我们自己认证了，然后下面就有请张静带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啦。非常会 Q 流程，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我是情歌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情歌王。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唱。好，都可以呢。都会 Q 啊？那唱什么呢？我们唱。如果一直。我觉得这个就一般。我觉得我们可以唱。永不失恋在。来吧，选一首歌，要不就永不是连带吧，挺好的。或者我们看弹幕，让我们选什么歌呢？弹幕要什么？让你刷起来。来，弹幕想让他们唱什么？扫起来。永不是连带，绝对是永不是。你真的在直播？真的在直播呀。除了永不是连带。哦，那我刚刚都看到了。下雨了，下雨了，是我在想你。下雨了是，对，唱那个吧。哇。下雨了是我在想你。来吧，朋友们。对。你是刺在我心头里的针。不会刺，不会。那就永不失联带吧，好吧。好，那永不失联带。好的，大家都会。嗯，好，那我谁先？你来吧，你情歌王。你情歌王吧，你来吧。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小孩来，后面有点高。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们懂吗？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把人不允许我们的坏。好，下一个。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
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呜呼，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来，张震，来。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从来别。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故残忍逼我把书尽情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OK， 哇，完美，掌声。好，非常完美的一段演绎。然后发现那个小鱼身上也堆了一也多了一堆的贴纸。对，谢谢大家，非常完美。我们下一个标签是什么？好，下一个 title 是什么？下一个力量担当。力量担当，我觉得应该是余韵吧，余韵吧。主要是在这四个人里面，我确实是力量担当。是，你们不信，你们看他的上身的肌肉，来脱给大家看一下。来，没必要，没必要。好好好。脚海不让我录，你们大家就别看了啊。那来吧，他就把我们卖了，也是共享的。力量担当，主要是余根莹特别喜欢运动，对，他潜水，自言潜水，自言也不是自言吧？对，我今年的目标、就是、你考了是不是？考了，对，我现在有一个证，自由潜水证，然后但是它是分级别的，然后我希望今年能达到最高的级别吧。哇，潜水要憋气吗？我只有自由溺水，不是有那个吗？不憋气你怎么下水？哦，那你能憋这个冷笑话 get 到了？四分钟，你们之前有掰过手腕吗？姐姐，没有哎。他说他可以憋四分钟气，给他憋一个。你给我拿盆水，那边。我们这四分钟不是这个直播，我憋三十分钟好吗？算了吧。可以让他以后发到微博里，你监督他四分钟。好，那我们的力量担当公认的就是我们的小鱼。好，下一个 title。然后这就不用展示一下。这要怎么展示？要不然抬你做两个深蹲。我们三个坐在这个桌子上，他把我们抬起来。哇哦。智慧家是什么意思？智慧家，胆量王 ，Q 到了下一个流程，好，胆量王啊，来，胆量王，无可挑剔，我的人选里面只有一个人，胆量王，胆量王觉得是谁呢？大家、给我自己、胆量王，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因为我什么都不怕，除了怕老鼠。弄混了，能找到吗？好，这个小海的胆量王是公认的，当时我们在一次衍生节目里面，然后去。有一个类似于鬼屋的主题，然后呢，当时我们几个人进去都很害怕，但是小孩一个人进去里面找东西，还找了很多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对这个级别对他来说，就 easy， 就很 easy。不要提丢人，丢人，丢人。余根莹那天丢人，哎呀，不要提丞人，上舞台都没这么紧张过，余根莹。然后我和张新特也觉得自己。也是胆量王，对，你们俩都觉得、你们为什么会是胆量王呢？因为我去密室逃脱，我是坦克，你是坦克，我去鬼屋，我下那个，我觉得我们得约一局了，要约了，要约了，好，别约我哈，可以把那个先给到我们，对你先放那儿吧，好，真的，我去鬼屋是下鬼，我下 NPC， 那我们要约一局，到时候约一局，那我们下次去鬼屋三个人就下余根莹一个人，哎，你们可以跳那个跳伞吗？就是那个空中那个跳伞，我没跳过。我那些都可以，我都可以接受，对我都可以接受。来，我们下一个标签，我这标签好多。下一个吧。啥呀？对，我下一个标签。Dance King。Dance King。我觉得是吴宇恒。Dance King， 这不是我们的武当吴宇恒吗？他不在，那只能将就是小。我觉得是吴宇恒。我觉得是一只赖飞鸟。那我觉得只能你看。我觉得是大卫，他三个大武当都不在，只能我来了。我觉得是大卫。不好意思。李如修呢？哎，李如修也是啊。对不起，四个。没有了 Dance King 啊 Dance King 找一找 Dance King Dance King Dance King 没有了孙寒江也是 Dance King 没有了孙寒江也是 Dance King 我们没事知道了对、那我们的 Dance King 小海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那个原创编舞的 Joker 片段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原创 Joker 吗对
现在啊？现在呗，哦、或者一会儿我们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好好，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吧，我们把这个留着记着，记着这件事儿。记得这件事情，先记得这件事。那我就是小海的 Dancing King 是因为吴宇恒他们大舞担不在，对，不在，没办法，我们我帮他们先领了，对，毕竟他们都是我教出来的。哎呦，喜剧人。那在节目里，谁是最常找你学舞的弟弟呀、啊？最常，嗯，我经常找他，经常找我，经常找。你觉得就小舞那个小海老师教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师？严厉的还是？我跟你们说，他上课。跟就是不上课的样子完全就是两个人，他上课很认真很严厉，就是他第一次凶我就是那个上课的时候，就但我又感觉很暖，就没想到他会哦这样子啊，他一节课很贵，然后就没想到我上一节课就他就赚到了，凶心特他会觉得你很暖，对，没有呢，给我坐好，没有呢，坐好，不要说话，是不是觉得很暖，很暖，好暖，好热，好热。好，那我们下一个 title 大家可以挑一挑、已经熬夜王，熬夜王吗？我的天，那我觉得是可以吧，因为我失眠，你失眠，我也失眠，对，你大概几点？我觉得我们营里全都是熬夜王，营里面嘛，就都不睡觉的那些人，差不多，是吧？哦，我觉得就是我们贴一标吧，的朋友们都是熬夜王，对，你们的行程安排的很那个，对啊，我们朋友们都是熬夜王，对，你们俩都贴到了自己的身上熬夜，对，因为有一天我起床。就我睡不着，我起来，然后蚊正好那天蚊子也多，然后我起床的时候，我碰到吴海也出来了，我们一起在找那个花露水，蚊子太多、哎。你知道很神奇，我上次在那个刚起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曾涵江跟林玉秀两个人坐在窗边等日出，飘不是五点钟差不多没有睡着，说去上个厕所，出去发现外面还有人在散步。对，对你们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时间？散步的那个真的好神奇啊！天哪，因为我可能平常训练时间特别多，对，真正聊心、真正陪大家看日出的时间也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享受那段时间。对，当然大家还是不要熬夜，熬夜伤身体。对，还是要好好大家不要熬夜，少熬夜了。大家不要熬夜，天天见你们在社交平台上啊，凌晨还在互动。我从来不上，我没有微博，没有。哦，这样对。好，那我们下一个 title， 选一选。食量王，食量王，说实话，食量王，我们这四个人里面不算是很会吃的，对，都还好。锦龙，锦龙超能吃，远哥吧，谢新阳，谢新阳，六个汉堡，六个汉堡，真的不可能，直接是六个，就是直接六个，唯一变胖的人就是谢新阳，谢新阳，大家都瘦，就他一个人胖，好吧，这个谢新阳，那就谢新阳吧，食量王，就你们会有人在群里经常给你们分享美食吗？就是没有，没有啊，美食没有，美食，吴宇恒昨天还在发。是吧？是吗？他发了什么？他说他想吃，他想吃，他说什么来着？他想吃就去吃一些奇怪的东西。他想吃重要奇怪的东西不重要，不重要。昨天直播间的。那我们的这个食量王就是谢杏阳了。好，下一个，下一个 title， 秦化王。秦化王，我们这里应该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我们都不是那种。这个秦化王可以变成油腻王吗？油腻，如果是油腻王，我就给我右边这位了。有吗？可以可以，你们自己把这张变成油腻王。油腻王，那这个便便，我要给更改。油腻王，油腻王，天哪，真的是我的油腻，只是为了大家开心。是是是是，突然就想到了那个舞台呢，是不是小鱼儿？哦，那给大家展示一遍吧。我是这样，小鱼儿。如果今天你们每个人都能模仿我一遍，我可以给你们来个最绝的。好，好，可以。但是你们得先展示。你再说一遍，我放压轴。我是傲娇小鱼儿，刘静姐新娘，来，谢谢。来展示，要来认真的哦，你不认真，那我就不做决断。动作是这个吗？无所谓，freestyle。来吧，我是傲娇小鱼儿，游进你的心里呀。啊，这个可以。嗯，我是傲娇小鱼儿，游进你的心里呀。嗯，我是傲娇小鱼儿，游进你的心里呀。好了，给，看你怎么超越。给你们来一个油腻版的，哎，还开始起范了，起范了，起范了。我是傲娇小鱼儿，游进你的心里啊。下播了，好了，这是你觉得油腻版的吗？我又不能给你来清新版的，不会，我只会油腻，好吧？你变了，这个开头给你。好累啊，活着好累，活着好累。我每一次直播，这个梗永远放不过我。油腻吗？实至名归，这个梗，这个 title 给你。好，我们下一个 title。土味 king， 土味 king 是什么意思啊？土味就土味情话嘛。对，土味。
土味情话吗？对，土味情话说不来。我们其实营里都没有人想土味情，我们的朋友们就都不怎么讲那个什么那个土味情话吗？我觉得没有吧，没有。我们讲的都是不土味情话，不土味的情话。好，那道这道题就是无人无人能及，无人能及。对，好，下我们的梗王。梗王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也都韩老师，韩老师张信尧，韩老师张信尧这种就是天天抛梗。我们属于接梗王，就是他们抛我们拿着。对，梗王也没有不在。选一个是谁呢？佩璇老师，佩璇，绝对的佩璇老师。对，韩老师获得了这个。韩老师十句话里面九个梗，对，十句话九个梗，本人自带。还有一句吐槽，对，十句话九个梗。九个梗还什么？下一个喜剧人，喜剧人也不算我们吧？喜剧人，我们就是半个喜剧人嘛，对，就是在他们的调教之下，现在那我们半个贴一个吧，贴一个，然后也给自己认证一下嘛。对，不，我觉得我们都还挺喜剧的。大家都知道你们现在是有那个什么几门的争斗嘛，什么捐门呀、龙门啊什么的，你们是在座的是属于？我是属于捐门派的人，大弟子，大弟子，我是属于观战。关门的关门，我是关门，关门没门，你也是关门，我是你在关门，603是关门，603我也是关门嘛，603都是属于关门的，对，我们这里关门比较多，今天不要是给我提什么龙门啊、捐门啊，不在，人不在，龙门人都不在，今天是不是今天通通没门，今天是没门，好吧，今天通通是没门，锁门好吧，然后这就人员网嘛。下一个人员王，人员王，每个人很多还可以吧，每个人，我们这两位人员都会挺好，这三位都挺好，好吧，那我们就在座的各位都挺好的，在座的各位都给他吧，就给他吧，给他吧，好不好？不给所有人，给搜狐，谢谢，搜狐人员最好，搜狐人员最好，都行，你看都已经100多少个，马上就加薪。109个员工了是吧？对对对，员工就越来越多。然后这个人员王就属于你们四位跟我们共有的嘛。嗯、要问一下大家的问题，因为小海那天直播也是破了你们兄弟们的这个记录，就是大家统计一下，一共有15个人跟你连麦。啊，真的吗？我那天破了记录，破了魏子越的记录。啊，最真的吗？最多，确定破了记录？确定？确定？真的假的？也有可能我的信息错了哦，反正是我看到的是小海是记录最高的。那就是人员王，是吧？那我了。当然，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没有来，你知道吗？你别提了，15个人来了又怎么样？30个人来了，无缘没来。智慧家气到吴海老师，没有气到，他是绕场一周，微信上有跟他说，他有跟我说，智慧家，智慧家，那当然属于我们张新特同学。为什么是我？还没 Q 完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有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小鱼的，因为当时在那个节目里的时候，景龙说。就是觉得你人品最好嘛，想让你做他的姐夫，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你不知道吗？我自己你自己也知道，我跟你说了，就在我旁边说的。对啊，就想让姐夫，你怎么回应？有什么话想对景迪儿说的吗？申请难却。没有，我是觉得景龙对我特别的热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张口而出姐夫这个词，他觉得你特别靠谱。对对对，我特别感谢他的信任。然后至于对就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兄弟们，感谢他，我只就是感谢他这么看好我，把自己姐姐都谢谢，你是好人，有机会合作推荐给我，哦对，有机会合作一首歌，有机会合作，对，有机会跟他合作一个就叫姐夫，好，开玩笑开玩笑，就有机会跟他合作，因为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对，也期待看到你们之后的合作作品嘛，大 vocal 们，对，好，我们下一个 title， 刚刚智慧家，智慧家来，就是最聪明的人，脑子最好的人。最聪，为什么我会给张新特呢？其实是有原因，不是随便给他的。有句话说得好，大智若愚。若愚，他在我这里就是大智若愚，真的吗？其实张新特是一个内心特别敏感的小孩，但是他特别的聪明，你知道吧？嗯，什么都他永远把欢乐都带给别人，但所有的东西也就藏在心里没有说，但你可能跟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我特别了解他，就是大智若愚的人，其实挺聪明的。不是，新特现在在想，可能是未来的智慧。若愚是什么意思？那我要给林默，就是林默吧，就是林默更大智若愚，就林默是那种，就是大家真聪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接触他，就是一定要接触久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有哪里有魅力。确实啊，我发现我们这里面的学员都挺聪明的。对，这里的朋友们，你们都是非常智慧的人。哎，想问一下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之前的衍生是那个狼人杀嘛，然后大家也都看到你们的这个表现。你们自己排的话，觉得自己在整个所有学员里面
狼人杀水平排第几？我的天哪，我倒数第一吧，倒数第九十吧。我的天哪，我真的是倒数第89。玩的是什么呀？我不会玩，我也不会玩。九十八十九和那个88和91，我这一点都不会。对，就是狼人杀这个排名对我们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排前十吧，排前十的话，小爱肯定是前进了，但是我觉得他有机会冲击前三名。对，我之上就是荣耀啊，荣耀之上，所有人，荣耀之下，所有人之上，也不一定。但是只要荣耀在，我就会很紧张；荣耀不在，我就会打得很自如，因为荣耀是我公认的狼人杀第一名，狼王，狼王，狼王，大狼王，狼王。天哪，狼人杀真好难玩，一点都不会。好的，那我们下一个 title 没了，没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那我们这个环节结束了。好，撤桌子是吗？好，来跳舞，跳舞，跳舞，小海跳舞了。特特，你可以把你的麦不要挪一挪。对，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身上的 title， 你可以往上挪一挪，回到舞台中间，你自己。没有，我就过来看看你们。啊，你们好。好的，好的，我们的这个直播也要马上就要结束哦。还想问一下各位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问一下凡凡，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对，问一下凡凡，因为大家发现你特别执着于说唱嘛，就想知道你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说唱。我没有执着于说唱，其实我执着于说唱，他是非常喜欢粉丝朋友们。 对， 对，我只是喜欢，我只是比较全能而已，我什么都喜欢。嗯，对，所以我并没有执着于某一个方向。对，嗯，这样子。好，那问一下这个特特，因为你作为这个老网上冲浪专家，有很多之前的故事都被大家发现了，比如你的知名翻唱账号。什么？能说吗？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什么。你当时看到那个账号被大家翻出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天哪，不要跟他们俩，不要跟我们俩。我们都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你的事情，你的事情难道不知道的？我天哪，那个真是丢人啊！我天哪！啊，你的事情有我丢人吗？还好吧。我，你会取名叫艾格吗？那倒不会。你会取名叫艾格吗？没事，我觉得挺好的呀，挺好，挺好的，唱得好呀。当然，我错了，我错了，我最后一定好好取名字，我错了。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四位的，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说后闯时代嘛，就是永远的神，然后包括你们今天也是603跟这个女孩组的这个重聚，就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兄弟们有后闯时代的团综的话，想跟谁一起去做些什么呢？哦，想跟谁一起去做些什么呢？想我们一起啊。对，就是我们，就是这一次难得的是，我觉得，我们聚在一起之后，发现不是哪几个人跟哪几个人好，而是所有人都很好。对，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人轮流上。对对，因为只要有我们，就能撑起一片天。后闯世界，后闯时代十期，每期九个人。对，我们再录一次2023吧。每期九个人，然后是什么主题？那个。各个才艺展示类的嘛，唱歌跳舞这种。不冷不冷，我们就好好玩。比如说我肯定是傲娇小叶的那种风格啊，就是把自己最不敢的事情做在那个地方。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挑战不一样的东西。对，挑战一下不一样的自己吧。对，好，那我们今天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束前大家可以翻台一下粉丝的弹幕，然后粉丝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看我们？有好多，然后你们就两组看一个，两组看一个，个十百千万十万8400万。好，你们可以，我们每个人翻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那你先问吧。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哎，我镜头里还挺好看。他们刷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那种问说不出来的，不能播的。不是不能播的，就是没办法问的。哦。没有关系。什么好好看啊什么啊，照完对啊，人一直在那边啊啊啊。他们这个太快了吗？对，好像一样。你们可以就是停一停，它就能停住。对，你这样翻一翻，它就能停住。能不能来马来西亚？哎，又是这个问题。真的是每一次，那真的得去一趟马来西亚。嗯。张新特，你近视吗？我不近视。张新特到底几点睡觉？都是问张新特的，没有你们的吗？有你们的，来看看呢。没有我们。那于根英能不能唱一次那个什么？吴海能玩悠悠球吗？能，是吧？刘海能玩 vlog 吗？是吧？张一特喜欢艾格。特特，你最吵。什么？张一特喜欢艾格吗？这个问题就何一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对啊，何一凡见面会什么时候？哎，我有一个，我有一个特别好。5月22号，上海嘉陵剧场。5月22号，上海嘉陵剧场，记得。进来。会有一些惊喜给到大家，你的见面会。嗯，会有很多闯人来看。哇哦，期待。真的？嗯。哦，期待大家关注起来。哎，我这个粉丝挺好的，于更衣没问题，问你了，你休息吧。好的，好的。
非常好，特别喜欢。快点再来一个，再来。好，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问你多久 vlog 啊？你喂完了 ？vlog 已经在剪了，不要了。他说我需要催了，不要催了。海哥的 vlog 正在剪了，不要着急。着急了啊、！vlog 也是每次都在问的。vlog 大家都很想看到你们的。张新特扎，哎，刘烨两个，什么时候扎苹果头啊？哎呀，我下次就扎，下次就扎。马上，张新特双马尾，哎，双马尾吧。我没有双马尾。张新特扎抓一个吧。那个海哥，我爱你。我也爱你。不是的，他说的呢。啊。那然后那个海哥可以跳性感的舞吗？可以啊，跳过吗？然后何一凡唱歌，嗯，然后那个何一凡可以去南京吗？嗯，然后那个吴海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我耳朵里面一直有高频一直在滋。于根莹能唱告别少年吗？于根莹可以唱告白少年吗？然后那个吴宇恒什么吴宇恒？吴宇恒，吴海女装啊？然后那个哎，这个可以期待一下何一凡女装啊。黑凡女装，因为有一次的福利本来是讲的，真的的，是女装的，但播不了，对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个特特也给大家念了一堆的弹幕啊，都希望弟弟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安排一下。好，那我们刚刚小海还要跳一段那个 Joker 的舞蹈，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我们都记着呢。好，可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小海。对，把舞台交给我们小海。好久没跳了，对，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来，我们跳一小段儿。好，道具老师。我们的那个可以回到我们舞台中间，四位弟弟都回到我们舞台中间。我不掉，你踩了，对不起，我踩了这个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然后最后我们每个人跟粉丝朋友们说一句话吧，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嘛，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好，我先说。好，来。那我想好先说哈。好。哎，还有更多精彩在后面等着你们。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好吗？今天直播结束不代表我们结束，今天直播结束完之后，后面还有很多 vlog，还有我们很多平台上，我们要发很多东西给你们听。对，就是这样。好，下一位。下一位，小海。你好 ，OK， 好，就是首先感谢今天所有一直在看这场直播的所有朋友们，然后。这场直播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新的作品，然后很多很多新的活动，然后以及我们四个人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新的合作，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然后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的做到的，所以不要着急，期待大家。好，下一位。5月22号上海嘉陵剧场何一凡粉丝见面会，期待大家来观看。我也会去哦。然后那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一开始就是就是回来之前就跟大家说要开巡演嘛，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多久要去？哎呀，只等一下嘛，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现在没作品啊，就是暂时还没有作品，所以就很抱歉大家。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等一等，然后就是10年，十年没有十年之后，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等一下，不要管什么啊，没关系，我们再来啊，回来了，回来。请我、就是，请了都请了，都请。不是，然后就是我尽快就开嘛，然后就是真的是就是很抱歉，就是我是一直就在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尽量赶紧出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转发，谢谢。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海哥也答应我会编一支舞，我不转发都还不行了，对，就必须要。现在当着所有人说我答应你，说明我答应你，我们不答应好像搞得我们关系很不好的样子。然后他说会帮我翻唱，然后他说会帮我转微博，然后翻唱。你一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要求很多啊！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到时候就不转了。没有了，就是他们就是希望哥哥能不能听一下就行了，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听。我听一下就行。好的，好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张新特，一定要关注张新特。然后我们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位弟弟的作品啊、见面会啊、巡演呀，然后以后大家都会有惊喜给到大家。最后一个挑战就是给下一组留一个小挑战。哦，你看上一个给我们留这么难，很狠。我们更说回去。哎，等一下，我们出的题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一遍？不用，知道下一组是谁？下一组是隔壁节目的弟弟们，但是也是四个人啊。那就我挺就是想问候一下他们。
他还好不好，就是留就不用留什么题了，就是祝他们一切都好，就是你们还好吗？就说一个挑战，说一个挑战让他们干点什么。别挑战了，别挑战了，别挑战了，真的祝你们就是一切都好，真的真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哦、就四嗯四个人要不对做一个什么四个人能干嘛或者让他们夸夸你们呀也行，认识四个人四个人都涂一下口红吧、嗯、啊，就是像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看那个谁那个不是也涂了吗？行，我们尽量给大家传达一下这个、嗯、对，有没有备选？我希望他们唱一下《永不失联的爱》。哦，好，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涂口涂着口红唱一下《永不失联的爱》吧。扎那个做俯卧撑唱永不失联的爱。对啊，涂着口红扎那个涂着口红，然后那个做俯卧撑唱《永不失联的爱》。我们稍微友好一点，我不管，就要这样。对，好。一会儿就在走廊里见面，我跟你们说。朋友是做不了了。好，那我们粉丝朋友们也不要那个离开，我们一会儿弟弟们还会来到我们工位上跟大家互动。那我们演播厅的直播就结束了，大家拜拜。哎，下播了，锁定，对，锁定我们直播间，一会儿还有直播哦。又还播一遍是吧？要上楼扫楼。我住他。好，拜拜拜拜。好，直播停。好，辛苦了。下播。这边是我们搜狐的办公区，一会儿。弟弟们就会在这边扫楼，大家稍微等一下，他们还在上楼。大家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可以放在弹幕里，一会儿会 Q 他们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呀，大家都可以在弹幕里面刷起来。我会在电梯门口等着他们，一会儿他们就从这个电梯里出来。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弹幕里刷一刷。还要稍等一下，他们上来就可以了。他们要从演播厅走到我们办公区，因为我们办公区不在一起。好呀好呀，我一会儿可以问一下，谢谢。直播，楼下的直播已经结束了，楼上扫楼还有一个直播，大家不要走开哦。扫楼大概他们上来就可以开始了，大概20分钟左右，还会有一些小游戏哦。看现在电梯在下去。电梯到3楼了，他应该马上就要上来了。大家再稍微等一下，不要走开，不然会错过弟弟们哦。好，大家的问题我都可以问一下，然后你们刷到了弹幕，然后弟弟们就有可能看到哟。可以回看的，等我们直播结束了以后就可以去账号找直播回放。直播，大家稍微等一下，他们再上来。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刷一下？好呀，好呀，我会跟他们说一下的。弟弟们刚才特别可爱，他们直播特别嗨。谢谢。
会有回放的，就在这个账号就有直播回放。我的同事，我们的节目叫《我的同事是明星》，然后这个账号是搜狐娱乐播报。大家后续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博，也会有一些花絮放出来哟。啊，直播有回放的。然后我们还录了一些花絮，大家可以去我的同事是明星啊的微博看哟。嗯，现在有点卡吗？弟弟们来了，嗨，嗨嗨，在哪里 ？Hello， 好了，我找他，我找他。来厕所，来这边。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你看，等那个工作人员的路上，你们可以先参观一下。哦，好，工作人员来了。哎，王晨一。啊，他们来了。就是之前来过我们这边的。好，那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每个人拿一下各自的那个，然后到时候给到他们。我们到时候也会被贴上这个上面，会的，马上就给你们放在 C 位。好，我们要放在这个上面，就是这么大一个，可以。现在卡吗？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来吧。准备走，但是那个可以推，就是这个车推吧。书田院，直播直播。哦，那个书。就是这位，啊，就是这位。啊，好，对不起。我们那个。各自的工作人员可以拿一下各自弟弟的礼物，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搜狐娱乐的办公区，然后今天我们弟弟们给大家来小楼互动一下，然后这是我们张新特，这是我们何一凡，这是我们于更言，这是我们母海弟弟，来来都支持。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然后大家互动一下吧。互动吃的。谢谢坤，哎，各十百千万十万三十万人在看。然后弟弟们紧凑一点啊，我们的直播手机在哪里啊？在这里，都紧凑一点。可以，这边是我们的娱乐播报组，可以给我们娱乐播报组的老师留一下。好。没有人，留在工位上就行，没关系。啊好，我们的直播手机就跟紧弟弟们，大家紧凑一点哦。好，这边是我们的娱乐播报组的老师们。Hello， 哎，播报的老师好像在他们的工位上。可以的，可以的，都会收到你们的心意。哎呀，哎，辛苦了，来吧，哎，姐姐，辛苦了。好，谢谢。谢谢啦，辛苦啦，辛苦啦。我来分享，不好意思。好，谢谢。好，弟弟们，谢谢。靠一点哦，我们稍微靠好，这边走。看到了。Hello。小鱼儿。哎 ，Hello。好。这个。好，那我们来到这边是我们的娱乐客户端。可以，我可以单独。大家一会儿再先往前走吧。好。一会儿。那个。这个要你给的什么都可以谢。
来，弟弟们紧凑一点哦，弟弟们紧凑一点，我们来，我这边来，朋友们，谢谢，谁呀？那来给。好，弟弟们来这边。弟弟们来这边，来这边啊！还给签名照。弟弟们来这边。好，朋友们来这边。朋友们来到这边，来到这边，我们这边有个小挑战哦，小鱼。挑战。小挑战。小鱼。刚刚。特别像幼儿园，来啊，对，小鱼老师，我们还在看直播啊。我们这边有个小挑战，这位同事要给大家有个小挑战，讲一下规则。你可以放那，没关系。挑战了，有挑战了。然后是叫猜人名的挑战。对，然后现在要每个人发给你一个纸条，然后你们自己各自看，不可以看，我们不可以看。对，看决定。然后。按上胸前，别让他看。对，然后别看啊，我知道谁是周杰伦。啊，然后不可以看哦。好，然后从这边开始，游戏规则一次，然后可以问问题。那个就是其他人去回答。好，所以是要引导他讲这个人的名字，还是引导？就是你自己猜，你给你贴的这个人，你先猜出来，你才会获胜。然后你去提问题，其他人去回答，谁先猜出来，谁就我赢。啊，你怎么地？他排名高吗？在不在决赛圈？在。好，该我了。缩小目标。他是唱歌的吗？是 vocal 吗？是 vocal。啊，于歌莹。不对，下一个。导师还是学员？学员。好，看你。导师还是学员？学员。看你。他在不在城南卫？不在。好，缩小目标。他是我们寝室的吗？不是。他是。那他不在是不是？不是。他在不了。他是哪个寝室？在不了。他在决赛圈吗？他不在。他有 CP 吗？有。他身高有没有超过1.8米？不知道。哎，停住了。犹豫了。不知道。没有，不知道。差一点点。有吧？我觉得应该有吧，张信瑶差不多吧。哦，你怎么知道？猜对了。那我们现在三位可以接着猜，接着猜。该你。你们讲。我觉得他叫什么名字？来，下一个。可以投。那再来一遍。有我打的吗？他到三公了吗？一直都在，他套三公了。何一凡，一直都在。三个字吗？别的。就可以提一个问题，对，一个问题过了。好吧。他是唱歌的还是跳舞的？唱歌的。他主唱歌，他主唱歌，但他都可以，但他都可以。来，赶紧。他是喜剧人吗？他蛮喜剧的。啊，林旺。不是。张爱媛。他在三根吗？他在三根。直播的是跟我有关系吗？这个，看这位，这位，很好，跟你关系？不对，下一个，好，不对，差一个，可以再。你想要谁跟你关系很密切？哪个寝室的？啊。他可能有单独的寝室，但可能跟我们不要再纠结在一起。对，跟我们住在一起。来，两个字，在三公没有进总决赛的人，张唐。不对，这我都没有猜对。还有谁是两个字啊？金龙。哎，对了。好，来你们。好，第二名，你们俩的决战。感觉已经比我高还是比我矮？比你高，比我高很多吗？没有。哎，差不多了，该我了。差不多了。矮的人也没有。差不多了。该我了。
你这太好猜了，他是谁？他是一个人啊、他是男的吗？是是啊，你问我怎么会这么蠢。他是人吗？他是人。他是我603的吗？他是。好，当你问啊、他喜欢洗澡吗？他不是吴宇恒啊。好，你还猜不到？他是张一凤吗？不是，不是，来，缩小难度，你们都是两个字。哦，他是前十二名吗？他跟排名没关系，他来定你的排名。对啊，他没有了，没有了。他前面会给你一些评价。他是总决赛吗？他会给你评价。啊，我知道。等一下，你说谁？你猜不出来你会就输了。快，603范围这么小，就这么几个人。对，你猜。周深，对，好，好的，就我们这个环节，小鱼，小鱼获得了那个智慧家的称号，有没有？好，来，没有东西，开口，快贴纸贴上。好，我们这边是霍奇老师，啊，老师辛苦了，霍奇老师，谢谢哥。哎呀，还是我时间哥。你的智慧家开口白拿了，你看上班去看电影，这个要说话的。这是我们电影组的老师。来分礼物哈，分礼物哈。电影组的老师。啊？哦，你在那，不好意思。我买了很多。好好看，好好看，好好看。这边是我们的工位。哦，你们的工位。我们的工位。辛苦啦，来姐姐辛苦了，辛苦了，别玩手机了，人都来了，来一起，这边是我们综艺组的老师，哦，综艺组的老师，快去，辛苦了，这是综艺组的，辛苦了，这个很好，这是我私人推荐吗？真的，那我呢？我也，又留一个，嗯。小海呢？好，来，小海跟上。对，哦，谢谢。可以了，给我留一个，给我留一个。好，这边是我们韩语组的老师。韩语组留一个。韩语组的。韩语组的老师。哇，思密达。韩语组的老师，来，大家跟上。阿尼亚上。辛苦了。阿尼亚，这边是我们韩语组的老师。来了。好，我们可以去。哎，小心。好，这是我们电视剧组的老师。电视剧啊，这边是我们那个于增林、张新特和一凡、吴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哈。上，好，是麻烦好，跟上，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跟上。有水吗？有。我叫吧，我推他们。对，好了，对。好，我们继续来一份。哎呀，我这不是直播，分光了。什么在那边？在我这里。这边是我们，也是我们电视剧组动漫组的老师。动漫组。对。好，到这边是我们电影合作组的老师。老师好，老师辛苦了。好，特特一凡凡可以。来，我们跟上队伍。来，我们跟上队伍。来，我们跟上队伍。这边是我们音乐组的老师和我们微博组的老师。哇哦。好，这是我们音乐组的老师。老师辛苦啦，辛苦来了。小鱼，好快，这都是我们微博组的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好，对不起。好，辛苦了。好，给这两位。啊？可以，当然可以。这边给老师留，我给你投个票。哇哦。这边是我们微博组的老师。微博组。好，我们到这儿就停了。停了。你放这儿干嘛？好。没什么可给的，花都给你。好，我们弟弟们可以
可以这个。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对对。搜狐娱乐，关注我的同事是你，更多福利等着你。凡凡。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搜狐娱乐，关注我的同事是明星啊，更多福利等着你哦。主播结束。救命啊！然后再给这边，哎呦，人呢？人呢？可以自拍吗？这边，我早了，不用到了，这边，没关系，你可以跟镜头说一下。赶快，我都把那个搬走啊！那要拿回来吗？也不必啊。我们结束，我们结束，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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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姐姐，你看那个，好帅！好了，好，我说好多，来来直播，朋友们来，好多那个东西，弟弟们都聚到这儿来，来来来，在这儿，来来来，这儿，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之后还会有正片，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我的同事明星啊，来，我们弟弟们说一下结束语吧，三二。一。